第一层拔舌地狱，凡在世之人，挑拨离间，诽谤害人，油嘴滑舌，巧言相辩，说谎骗人，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，小鬼掰开来人的嘴，用铁钳夹住舌头，深深拔下，非一下拔下，而是拉长拉长拉长，后入剪刀地狱、铁树地狱。第二层剪刀地狱，在阳间，若妇人的丈夫不幸提前死去，她便守了寡，你若唆使她再嫁，或是为她牵线刀巧，那么你死后就会被打入剪刀地狱，剪断你的十根手指。第三层铁树地狱，凡在世时离间骨肉，挑唆父子兄弟姐妹夫妻不和之人，死后入铁树地狱，树上皆利刃，自来人后背皮下挑入，吊于铁树之上，待此过后，还要入拔舌地狱、蒸笼地狱。第四层孽镜地狱，如果在阳世犯了罪，即便其不吐实情，或走通门路，上下打点，瞒天过海，就算其逃过惩罚，还有犯罪在逃之犯人，逃亡一生也终有死的那一天吧。到地府报道，打入孽镜地狱，照此镜而显现罪状，然后分别打入不同地狱受罪。第五层蒸笼地狱，有种人平日里道人长短，以讹传讹，陷害诽谤他人，就是人们常说的长舌妇、长舌公。这种人死后则被打入蒸笼地狱，投入蒸笼里蒸。不但如此，蒸过以后，冷风吹过，重塑人生，带入拔舌地狱。第六层同住地狱，恶意纵火或毁灭罪证，报复放火害命者，死后打入同住地狱，小鬼们扒光你的衣服，让你的裸体抱住一根直径一米、高两米的铜柱筒，在筒内燃烧炭火，并不停地扇风，很快的铜柱筒高温通红。第七层刀山地狱，亵渎神灵者，你不信没关系，但你不能亵渎他。杀生者，别提杀人，就说你生前杀过牛、马、猫、狗，因为他们也是生命，也许他们的前身也是人，因阴司不同于阳间，那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牛、马、猫、狗以及人，来者统称生灵，犯以上二罪之一者，死后被打入刀山地狱，脱光衣物，令其赤身裸体爬上刀山。第八层冰山地狱，凡谋害亲夫、与人通奸、恶意堕胎的恶妇，死后打入冰山地狱，令其脱光衣服，裸体上冰山。第九层油锅地狱，卖淫嫖娼、盗贼抢劫、欺上凌弱、拐骗妇女儿童、
诬告诽谤他人，谋占他人财产和妻室之人，死后打入油锅地狱，扒光衣服，投入热油锅内翻炸，依据情节轻重，判炸即变。第十层，牛坑地狱，这是一层为畜生伸冤的地狱。凡在世之人，随意诛杀牲畜，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上，那么死后打入牛坑地狱，投入坑中，数只野牛袭来，牛角顶，牛蹄踩。第十一层，石压地狱，若在世之人产下一婴儿，无论是何缘由，如婴儿天生痴傻、残疾，或是因重男轻女的原因将婴儿溺死抛弃，这种人死后打入石压地狱，为一方形的大石池，上用绳索吊一与之大小相同的巨石，将人放入池中，用斧砍断绳索。第十二层，冲臼地狱，此狱颇稀奇，就是人在世时，如果你浪费粮食，糟蹋五谷，比如说吃剩的酒席随意倒掉，或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吃两口就扔掉，死后将打入冲臼地狱，放入臼内冲杀。第十三层，绝池地狱，凡不尊敬他人，不孝敬父母，不正直，歪门邪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血池地狱，投入血池中受苦。第十四层，枉死地狱，要知道做人生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是阎王爷给你的机会，如果你不珍惜，去自杀，如割脉死、服毒死、上吊死等人，激怒了阎王爷，死后打入枉死牢狱，就再也别想为人了。第十五层，折刑地狱，现在不多见了，不过此罪过很大，即挖坟掘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折刑地狱，处折刑。第十六层，火山地狱，这一层比较广泛，损公肥私，行贿受贿，偷鸡摸狗，抢劫钱财，放火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火山地狱，被赶入火山之中，火烧而不死。第十七层，石磨地狱，糟蹋五谷，贼人小偷，贪官污吏，欺压百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石磨地狱，磨成肉酱，后重塑人身再磨。第十八层，刀具地狱，偷工减料，欺善瞒下，诱拐妇女儿童，买卖不公之人，死后将打入刀具地狱，把来人衣服脱光，成大字形，捆绑于四根木桩之上，由裆部开始至头部，用锯锯毙。